崇拜，尘埃我感觉烦，只要靠着来说爱就爱，看着对说爱就爱。哇Let's go， 我认罪，我认罪，快收留我当你的短发头金发。你审判，你深爱，我绝对够格，终生陪你坏。我把感觉淡然读懂，恍然空中只为你读懂。我让视觉情有独钟，爱是空归，我不让你独守。走走走，还在回头，幸福何难？敢恨敢爱，敢绝版，从不感慨，不得不爱，让生命遭到血染。我遇见爱，我始终相信真爱。我崇拜，尘埃都感觉烦，只要感觉来说爱就爱，感觉对说爱就爱。哇哦，你存在，我崇拜，尘埃都感觉烦，只要感觉来说爱就爱，感觉对说爱就爱。哇哦。你不觉得我这样做很难得吗？是不是应该大力的帮我宣传一下？不会啊，你老大给我吃饭很正常啊。再约我下去吃牛排，那就更好了。谁在跟你说吃东西呀、啊嗯？不是不是不是。啊，小雨啊，嗯，我看了一下你的设计稿，嗯，你设计的那个裙子啊。那个裙摆，如果可以稍微再短个两公分，那应该就比较适合你的裙子样式。嗯，对啊，谢谢老大指点。还有那个颜色，怎么看都觉得你用的颜色太冷了。如果可以用绿色渐层搭个浅鹅黄色，那样子的话，你的裙子。就更飘逸。老大，怎样？我这样子提点你，是不是真的很难得？是不是很想让大家都知道？真的很难得哎，老大！我没有想到你居然是这么深藏不露的大师，你早就应该展现你设计方面的才华了嘛。我那时候啊，就一直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原来是配色。刘淑瑜，我不是在讲这个啊。那你是要讲什么？好，你看嘛，如果现在一个镇上，突然间有一个人浪子回头，那乡亲父老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么一个励志的故事，大声的讲出去，讲出去，讲出去，到处讲出去，讲出去。了了了了了了了，所以是不是应该把这么励志人心的故事，回家以后讲给阿妈，还有舒淇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，对对对对，吃啊吃啊，老大，哎。那我下次要吃怀石料理，给你吃。好啊，什么都可以吃啊，来吃吃。法布是你送给韩影之的吗？你这样做是要重新追求他吗？那我们的计划呢？欲擒故纵。好，那我相信你。在我们要给 Chaos 致命一击的那一天，你不会因为韩影之而手软。其实我还在等人来牵我的手，可是我没有勇气。好多了吧？真不好意思，
都怪我自己太爱吃，还得肠胃炎，还害你跑了好几条街。你没事就好。其实我们刚刚应该要坐计程车的啊，我怎么都没有想到。对哦，我自己都忘了。啊，我去那边等。不用了啦，向磊，你真的是一个超级妙妙人哎，我从来都没有遇到像你这样的人。所以讨厌。其实我很开心，我的"我等你"计划执行得非常成功哦。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。这会不会是我第一次没有一直想高小姐？你没发现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想着他吗？八戒怎么还不回家啊？我哥昨天约到迟到，他到底在干嘛？哎呦，还是后背的，你又不得点呢？你要坐你就坐着，要站你就站着，毛毛躁躁的。你跟小老板一样，屁股被猴子咬了，坐不住啊！哎呦，阿妈，你不租到我的口中呢？我跟你口过嘞，我一点没得害啦，差差死人，看电视的。向磊，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，又麻烦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希望天天被你麻烦呢。八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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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看看。我跟你说。今天的老大不得了了，他今天一大早就亲自送球球去上学，而且到公司以后工作一整天直到晚上，然后还主动去跟执行长要求说他要加入设计部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改头换面焕然一新啊？ Magic 奇迹发生了呢。真的啊？嗯，我真想看看校界振作的样子。嗯，刘淑宇，而且啊，他已经把那个暴露秘书给 fire 掉了，然后、啊、他还研究了公司所有不一样，说要亲自设计衣服哦。然后告诉我呗，那种浪子回头哦，告诉我第二天咧搬也无啥稀罕啦。阿妈比较喜欢听那个金童玉女的故事。哦，什么金童玉女啊？向磊跟舒淇啊。那你阿斌啊。你不是要跟去跟那个冠霖约会吗？哎呦，现在几点了？哦，这个女人的青春啊，真是一分一秒真金不换哦。我要迟到了，完蛋了！拜拜拜拜拜！哼，个鬼啊！阿妈你好。啊，你好你好，谢谢你哦，把我们舒淇照顾得这么……不行了。我哪看你跪在边那起死准？阿妈，其实今天我没有把舒淇照顾好，害她不小心得了肠胃炎，刚还在医院吊点滴呢。不是啦，阿妈，是我自己吃太多了。那现在要不要紧啊？没事啦，阿妈你不要担心，小 case。小 case， 哼，我看你早跟他这个关系了。和你做一天夫人，你的全身骨都袂惊去。阿妈，舒淇，记得医生说的，多吃点清淡的东西，然后多休息哦。如果哪里不舒服或是需要什么，尽管打给我。那阿妈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常常来玩哈、哦。嗯。再见。阿妈再见。啊，再见再见。舒淇啊，你是真的好一点了，还是硬装的、啊？烫烫，小心一点。真的好了啦。
哦，那就好了。哼，对对对对，阿嬷哦，看到你跟向雷啊相处的那么的愉快，阿嬷好开心哦。哎呀，总算可以闭上眼睛了。阿嬷，你又在说那些不吉利的话。闭上眼睛睡觉啊，想到哪儿去？那这是要洗的、啊？衣服也要洗，不拿到洗衣机那边去，在那边丢。你看，这黑色跟白色的，明天穿到你睡，这两都要腻掉。阿嬷，干嘛？哎呦，其实我今天去找向雷。是去谢谢他帮我接到摄影师的事情。真的？那谈成了没有？阿嬷，嗯，你喜不喜欢我出国工作啊？如果家里只剩下你跟淑宇的话，这个工作要出国啊？阿嬷，你爸爸跟你妈妈以前也常出国。这样来来去去，阿嬷也不觉得怎样，只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就真的回不来了。我也还在考虑啦，我会舍不得阿嬷、淑宇还有影子姐啊，大头哥，哦，对对对，还有我们家 Money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想要做什么，只要你能开心，阿嬷都支持你。每一个人的命运呢是不一样的，苗文是有天公伯的安排，我一定。算了算了，不要想太多啊！我就是舍不得阿嬷。啊！耶！雪花糕。今天打怪打得很顺利，心情很好哦。我今天收到前男友送来的把壶。我怎么老是喜欢上一个有前男友的女人呢？但我跟她是有缘无分，我只是白开心罢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为什么？小姐，你别看，我帮你拿进去。走，火山摆摊有什么不对啊？不能摆摊，走。走。要是再敢碰那东西，我对你不客气。是黑道收保护费吗？走啊！不是，是他家里派人来。啊？他们是黑道世家啊？不是，他家是香港的大地主。那一天，他姐姐代替他爸妈来见我，我才知道他家原来那么有钱。长得这副穷酸样，就想嫁进我们罗家。也才知道他爸妈根本就很反对我们在一起。他姐姐一直嫌我家穷，嫌我学历不好，背景不好，配不上他弟弟。你讲够了没有？他一直护着我，帮我讲话。可是他姐姐只是骂我假惺惺，一下就说我对他弟弟下蛊。害他的脑袋不清楚，才会爱上我。你已经瞎了。结果穿得这么寒酸，怎么看人？什么时候人跟你讲话？你干嘛打人啊？没事。这张支票你拿去。从今以后，不准你踏进我们罗家半步。还有，这一辈子，请你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继续纠葛了。还有你也是，妈跟你说，你如果继续跟他在一起的话，你就等着回家替他们两老收尸吧。
至于我们罗家的财产，你一毛都不想分到。姐，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姐。接下来好久，他都没有再出现。他就这样放弃了吗？这种男人分了也好。我闹革命，离家出走了。你要收留我吗？根本就超圆满结局啊，什么有缘无分，是有缘无分啊。那个时候我家出了一点问题，需要一大笔钱，我不想要他为难，所以我选择消失，去酒店上班帮忙还债，也就辜负了他。怎么这么悲催啊？绝境中带着傲骨，简直就像是寒风中一朵冷傲的玫瑰。啊，还怎么办？哇，越来越喜欢他了。真想知道他是什么样子。老高，你会来参加明天的网剧吗？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参加过的样子。明天是礼拜天，你应该可以来吧。网剧，好吧，去参加也好，好不容易可以遇到这么聊得来的朋友。其实我也想看看真心人到底长什么样子。Yes， 怎么认呢？我带个玫瑰好了，你要不要带点什么？不用，我保证你一定一眼就可以认出我来。最好是。先下线了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啊！太好了！啊，明天终于就可以见到十二月的雪花糕了。酒店妹，我怎么老是喜欢上酒店妹啊？如果你没有重来的勇气，我给你勇气。当初是我自己一声不响的就离开，我真的可以当初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就这样死皮赖脸地回到他身边吗？小宝贝长大了，想当年他们来到我们家变成我们刘家小孩的时候，
舒淇只知道哭，而刘淑宇都还不会走路呢。一转眼，他们都长大，谈恋爱了，也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传广、慧珍，你们两个在天上甜甜蜜蜜的，也不要忘了要保佑他们，让他们顺心如意，凡事平安哦。今天的老大不得了了，他今天一大早就亲自送球球去上学，而且到公司以后工作一整天直到晚上，然后还主动去跟执行长要求说他要加入设计部，怎么样，是不是改头换面焕然一新啊？我也好想看，小姐终于肯用心上班了，而且还开始接触设计，真是太好了。这个时候的他会不会很需要人鼓励？如果没有人适时的称赞或支持，他会不会撑不下去啊？传个简讯给他应该可以。可是我已经答应阿嬷，不可以再对小姐执着了，也跟小磊说了要试试看，现在这样算什么啊？啊，不行，算了算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过去五个小时了呀。淑宇要讲故事也讲完了吧？以刘淑淇的个性，听完浪子回头的故事，一定会打来问他。手机坏掉。喂，影子姐，你接电话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啊？没朋友吼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只是打电话来跟你说晚安啊。对，就这样，不要太想我哦。啊，拜拜。没话呀，直接问刘淑宇。老板，20分钟没买回来你就死定了。20万？你凶个屁呀！好啦好啦，凶个好啦，我也喜欢你。老大，怎样？舒淇她听到金不换的故事，有没有很感动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是你的故事讲得不够精彩吧？才不是哎、欸，是因为阿嬷说她不想听，好不好？她说她想要听金童跟玉女的故事，所以我才速速的把金不换的故事讲完。什么金童玉女啊？就是。八姐跟向雷出去玩一整天的故事。他们又出去玩？去玩什么？去哪里玩？玩多久啊？老大，我细节我也不是很清楚嘞。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忙啊，不跟你讲了，拜拜。现在连淑宇都能挂我电话，反了反了反了。八姐跟向雷出去玩一整天的故事。什么这么好玩，能够玩一天呢、啊？玩一整天是吧？紧迫盯人是吧？红内裤的，不要一直有你会，我也会。
小老板，我有没有看错？怎么这么早？阿妈早。休息起来了吗？我帮你们带了早餐。阿妈，苏宇说他要吃汉堡。少介，早安，舒淇。听苏宇说你，没错，我决定重新振作，但是我也没忘记你。你看我帮你带了什么？早餐。向磊啊，你也这么早啊？对啊，带了早餐来。哦。来，这个呢是阿嬷的，还有舒淇的，当然苏宇也有一份。这么寒酸啊，吃粥啊？舒淇牙齿也还没掉光啊，看看人家买的吧，都是舒淇爱吃的。舒淇，来，吃小点。坐着。不，因为舒淇昨天肠胃炎，我想吃清淡一点比较好。你肠胃炎啊？没事啊，只是吃的太多了。阿妈早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大家早。哇，好多吃的东西啊！哦，我一早才跟八姐说我想要吃汉堡，哼，汉堡就自己来找我。哎，那是我的。老大，你要买东西给我吃啊？哦，你对我这么亲切，我怎么承受得起？看到没有，人缘好就是不一样。你虚名呢？那是买给舒淇吃的。舒淇，我错了，请你回来公司当摄影师好不好？我跟你保证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像以前这样把你当小巴在用，绝对让你拍照，做你喜欢的，我们并肩作战，我设计衣服，你负责拍照，好吗？之前每次我们吵架的时候，你都说要我回公司当摄影师，可是最后还不是都在帮你打杂，这次我不要，我也有我自己的梦想。我知道，运动摄影嘛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开发一个新的运动服系列 ，perfect。不用了，向磊他已经帮我介绍一个摄影师，愿意收我当助手了。你是有什么毛病？连这个你都要插手？我只是把舒淇推荐给那个摄影师，最主要的还是要舒淇有能力啊。对啊，哎，向磊他人很好，我没有看过这么热心的人。真的，向磊，谢谢你，这个早餐也谢谢你，很好吃。干嘛谢我？你有送我这个啊，所以我们算打平了。舒淇就知道你喜欢超人，她特别买来送给你的。阿妈，舒淇，
你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碰到一个每一件事情都这么体贴你的人呐、啊。下来站。嗯，加油。小老板，你不是那个屁股要去复诊吗？刘淑宇，对，快到小老板去啊！现在就去，没这么急哦，好，马上去。医生看很多人，他很急啊。走，很重要。来，你坐。哎，出门了。妈，我茶还没。不要，快点，他每天也快点，快点。什么？快点啊！走。去，走了。去，哎，妈，坐，去，哎呀，好吃呢。来，欢迎光临。哇，神圣新人，你怎么穿这样子啊？帅吧？你怎么穿成十二月雪花膏的游戏角色啊？雪花膏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网剧，穿成这样，才代表我们真心的欢迎他。没有玫瑰花。哎，来，坐，今天来是新人啊？之前来过了啦。哎。我看啊，雪花膏还没来。来，对啊，客气心。怎么还没来啊？不行，越是期待就越紧张。这身衣服也太凉了吧，实在不适合今天穿出来吃饭。万一他来的人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那怎么办？啊，去！依照我以前喜欢上酒店妹的经验，结果都不是很好。那万一今天的结果也一样糟？啊，不行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你水喝太多了啦，啊，紧张哦。莫名其妙，谁跟你水喝太多？我有说我要去上厕所吗？我出去走一走。哦，走一走。你们这里是网剧吗？对啊！哇，不得了哎！我们有这么漂亮女网友，你是？我是十二月雪花膏，请问哪一位是谁是真心人？他刚离开，哎，你先坐。谢谢。哦，心跳实在是 too much， 不出来 break 一下不行。呼，看什么看？没看过变态啊？对，被当作是变态我都不怕了，我还会怕雪花膏吗？哼，龟缩起是我欧保罗的 style。No。哦 ，Go！十二月雪花膏来了吗？来了，那人呢？化妆室吧，哎，你刚才没看到雪花膏出场啊？正班的哎，而我们啊，都看傻眼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真的很漂亮。哎呀，我刚好像真的喝太多水了，我去一下厕所。雪花膏，你又错过真心人了啦！你知道他今天真的是帅翻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超帅，简直豁出去了啦！真的，帅翻了，真的，真的，好期待！上场。
称的身材，曼妙的舞姿，高雅的穿着，还是网友认可的正。这月的雪花膏是韩影之，韩影之，韩影之，韩影之。躲起来。我来试衣服了。球球，你来啦！嗯，衣服呢？在这里啊。来，你去试试看看合不合身。就要这么古怪？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该不会想利用我挽回我爸跟你的感情吧？球球，不但抢走我孩子的父爱，现在还想让少介跟舒淇在一起。好啊，你在排挤我啊？看我会不会让你们开心的如愿以偿。周老爷怎么回事啊？你想干嘛？没有啦，我是看你衣服后面线头那么多，帮你修一下。来来来。哦，好了，这拉链好像卡住了耶，我帮你拉。啊，拉好了，好漂亮哦！来，你自己看看。谢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谢谢了。虽然我之前一直很挑剔你，不过你很厉害，所以还是谢谢你。不行，不要忘了，他讨厌你，你也讨厌他，是他夺走原本就不属于他的幸福。那我要走了，小红哥哥在公司门口等我，我不想让他等太久，所以我先走了。好。那我送你。嗯。那你还好吗？你怎么看起来还是很痛的样子啊？没事啦，本来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是刚刚那个护士也太粗鲁了吧？现在又有点痛。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人家啦，谁叫你自己屁股要被公猴子咬到？哎，没有啊，老大，我是说你魅力真是无法挡哎。竟然能够吸引母猴子主动给你献花追求，啊！我原本以为你的形象是上那种 GQ 那种型男杂志的，没想到现在连动物星球频道都可以耶！给你一个赞。我问你啊，舒淇她一直讲那个什么什么摄影师很厉害。哦 ，Alex 啊，
八姐说她超厉害的。然后后来啊，我就发现她是华裔运动摄影界的第一把交椅哦，拍过很多经典照片，例如说像什么卢彦勋温布顿网球赛啊，还有妮妮史上第一个冠军，还有王建民哦17连胜最后一个三振，全部都是她拍的。问你一句，讲这么长一串，看来她真的很厉害。嗯，这个红内裤是卯足全劲的。红内裤？哦，你说王子啊？对啊，我也觉得他真的对我们家八姐很用心嘞。你看，他一下送我们按摩椅，还陪八姐去打羽毛球。我这辈子还没看过哪一个男人对八姐这么温柔体贴的。温柔体贴？我也会。哎，老大，你不要羡慕啦。我也知道你也很温柔体贴的，只不过没有用在我们家八姐身上而已。喂，蔚蓝。什么？球球进医院了？嗯，啊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球球，人家不要待在医院了，我要去找爸爸。我已经通知你爸爸啦，大小姐，你不要乱动，乖乖的会受伤啦。我最讨厌这种地方了，带我去找爸爸。球球，球球，球球，怎么回事啊？天啊！也太严重了吧！蔚蓝，怎么连你也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爸爸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两个从楼梯上跌下来，我就马上送过来这里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叫球球来公司试衣服，没有想到就发生意外，跌下楼梯了。爸爸怎么办呢？我的脚这样不能参加比赛了，我好不容易进入前五强的耶，我要唱歌。对不起，我还是希望你是蝙蝠侠的蝙蝠车。这谁写的？算我求求你了，不要抛弃我爸爸，我讨厌那虚伪女人，不想让她待在我爸身边。刘淑琴，其实我喜欢你。男人喜欢女人的那种喜欢。三、二、一。破灭的美梦，一个又一个。心很痛，却还是微笑着。别人总爱说你长大了，不能待在幻想里面活着。雷雨不来，有哪有彩虹呢？能自我安慰是必修的课。不确定我是很固执，还好期许多